好，再来看到在台北市一处社区里头被居民投诉，竟然一共装了有30多个基地台，民众很担心会造成身体危害。最新状况连线给记者施彤。好的，主播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中山区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从隔壁大楼的顶楼往下拍，对面大楼顶楼的基地台数量相当可怕，目测至少超过20个基地台。我们来听听稍早里长的说法。这个数量就将近算了，将近30只，实在是说这附近的里民居民来说，左右邻居来说，都在抱怨说基地台这么多，对他们身体健康是不是会有影响？来说的话，现在虽然是没有一些数据可以考说对人体的影响怎样，可是来说造成这附近居民的心理的恐慌非常的大。哦，人家因为这么多的基地台有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电磁波，因此附近的居民都相当担心影响健康，已经联署决定向主管机关抗议。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，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好了，现在施彤来看到在台北市呢，有个社区有30多个基地台，当地居民很担心会有辐射危害身体健康。